今日嚟到天天 food hall， 除咗有龙珠冰室之外咧，仲有依间都系香港人开嘅喎，叫做金巴爹。呢、这个港人嘅台式料理，我哋今日试试佢呢个 special offer 15磅嘅套餐。依间咧就冇珍珠奶茶，但系有豆浆啊。嚟到英国月内咧，除咗挂住奶茶之外咧，另一样令人回味嘅都系鲜豆浆。估唔到依间金巴爹有鲜豆浆饮，如果佢有豆腐花就好啦。嚟啦嚟啦！杯鮮豆漿超正啊，真係鮮豆漿啊，不是豆奶啊，是鮮豆漿，不會好甜，都有啲豆香喎、啊。再嚟咧個套餐，我哋主菜咧嗌咗呢個牛肉面啊，呢、這個牛肉面咧有啲雪菜添、啊，賣相就非常之吸引啦、啊。个牛咧都系炆得咧非常之腍，咁啊食牛肉面梗系好着重个汤底啦。呢、这个牛肉汤嘅汤底嘅牛嘅酥味咧就比较重啲，有一种咧港式牛杂嘅风味啊。如果中意食牛杂嘅你咧，就请勿错过啦。我自己就麻麻地牛杂嘅酥味，咁啊面底有啲乌冬嘅口感，烟烟韧韧都 OK。阿仔都好中意啲面啊。我觉得佢嘅镇店之宝咧，令到我一再回味就系呢个盐酥鸡啊，即叫即炸，同埋佢嘅调味粉啊、各样啊、炸粉咧，完全系台式嘅盐酥鸡啊。同埋唔好睇个碗仔细细咧，都有好多嚿嘅。呢个盐酥鸡咧非常之 juicy 啊，啱啱好熟，非常之滑，外面就脆口，好味。呢、这个盐酥鸡咧真系食到停唔到口啊！食完一粒又一粒，就好似去咗台湾夜市一样。呢、这个 food court 咧都充满亚洲嘅食物喎，除咗有港式茶餐厅、台式嘢之外咧，仲有啲重庆嘅嘢食啦，仲有米线啊！一日半日咧真系试唔晒啊！下次要再嚟试下。今日推介呢个金巴爹嘅豆浆同埋盐酥鸡，如果中意我哋嘅分享咧，请 share 订阅俾个 like 我哋啊！如果你哋有啲咩推介咧，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，睇下我有冇机会去试下。多谢你哋嘅支持同埋收睇啊！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而英知更鸟 ，and foodie。